我们今天再来王心凌之夜吧。啊，我要先把版权关掉嘛。晚点再说。那个，我们现在听歌。这里音乐，这个哦，播放。害羞呀。好，这边可以换。啊，这边欢迎挂台，然后去看别的台哦。感谢感谢。等一下我吃个药。你打部分文章，对啊，因为我们最爱玩啊。我昨天就讲了一句，他们说完全无关，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啊。他说：“今天，你女朋友跟你不是？哎、欸，今天你我刚说好，今天你男朋友跟你妈掉到水里，那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这样子。”我现在头超阵痛的、欸，明明也有早睡早起了。今天是要画那个老天的档案。就看怎样吧。什么叫怪东西没礼貌？今天是要画东西。好啦，我们开始啦，就轻松聊天嘛。累了自然会关台啊，只是就是，我一定要先把片剪完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啊，因为最近观看数下滑，让我很担心啊。晚安，晚安。是有那种眼睛跟太阳穴中间那边会一直阵痛，那个有人说是就是那个电脑看太多，或是手机滑太久，反正就是三那个啦，文明病了啊，所以才会去配那个蓝光眼镜。可是就只是减缓而已啊，只是会复发还是会复发。安。星期天配音是对的。什么耳朵？像电。
找得到老天的照片，啦啦啦，都是。都是动物新天频道哦，气死！露脸后一大堆照片，哎呀！相片，全部显示大头贴，等一下哦。嗨，小雨。哦哦。Hello， 大家。当时是这样画的。今天没有巧克团，对啊，因为今天他们没有巧克力来问我啦，我问我说今天要不要加加，因为今天人够多嘛，然后人够多就应该也没差，然后就来画画了。而且我今天本来就是预定说巧克团结束后，那就来画画。啊，画画就是要，应该说这个其实上礼拜六就可以开始动笔了。哎、欸，不对，你昨天就可以动笔了，因为昨天我不是就不知道画什么才开那个嘛，饥饿派画家，然后就是关台后才看到老天八点就敲我说，繁星可以动笔咯，我就说，哇，为什么关台后才看到？那我昨天就在可以画图了，这样子。今天大家标题都是对啊，因为昨天在开始在看一些撩妹语录啊什么之类的。我本来今天不想用这个，我想说今天如果是我有参加王国之战的话，我是要打说，你的国王跟队友掉进水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本来在用这个啊，然后今天没有参加，我就不用了。那、啊、你们有看我的那个吗？个人账号的那张照片、图片啊，不是照片，图片，是不是很正？是不是很正啊？是不是很帅？就不是教主哦、喔，就是国王啊，就王国之战啊，因为要跟王国之战有关的东西啊。然后小姨我才会说我没有空开，是因为我可能都在画图啊。
所以今天是你们在玩，然后中途加进去这样子。而且那个母羊座的装备真的是前期就马上做得出来了，反正只要星星碎片跟珊瑚就好了。波特王，波特王就是网，都是网络上找的啊，因为他好几句都是我已经听过的，从以前都听过的干话语录。星期天，对啊，星期天啊。那、啊、你们如果反正这边就是聊天聊天跟画画而已啊，你们好奇隔壁的话也可以去看啊，就只是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请挂台，你们可以挂台，人过去没关系。可能啊会越来越少参加有关王国或是见面的了。我觉得年纪到了真的打那个好累哦、喔。打不了了。就是对年纪大的人的一种伤害。知道啦，就反正我就不会剪，不会录影嘛啊，可能还是会参加啦。养老，哎、欸，我手好了，我的拇指都好了，今天好好看了一下，都好了。但养老就是没有人要看了、啊，对不对？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听干话的啊。
哦，不止我这个标题哦，你可以去看其他人的标题啊。蚂蚁安安，蚂蚁 ，hello hello。阿总这时间会出现，有没有好好开台？八点了耶，蚂蚁。最近都在看你在不治之症，都会偷偷看没有讲话。我想说，嗯，脱离好久了，嗯，还是低调点好了。哎，毕竟哦，毕竟前面勾勾被拔了，就想说，嗯，还是低调好了。偷看台，撩妹句子是什么？就很多啊，比如说，十拿九稳，就差你一吻嘛。还有什么？看一下哦。哦，还有什么？爷爷、爸爸跟老公，哪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来，你们猜。就是撩妹的啊，就是爷爷、爸爸跟老公，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那如果今天是换女生的话，就是那个妈妈、奶奶跟老婆，对，跟你没有血缘关系这样子。那如果对方回你老婆或老公的话，就回他“嘿，是老婆”这样子，超干话的。搞不怪，对吧？如果你回老公的话，说“嘿，老婆”这样子。就很北气啊！那我昨天就是大家都在聊这个东西。但有些就超尴尬的啊，而且有些就是已经硬要讲的那种，我觉得那好不撩哦。就之前波特王有几句撩妹的，我就觉得哦，那感觉就是硬讲的，好像好没必要哦。
哦，还有什么？我记得是什么啊？没有水的叫沙漠，然后没有你的叫寂寞。我就觉得哇，这个也好棒哦。应该行吧。你看，画一张图画，草稿就画了快半小时了。就问王国之战参加的话，我这张图到底要多久才能画完呢？求 X 值。知道我和唐僧有什么分别吗？唐僧要取经，我要取你。对啊，我有看到这个、欸，我的天！你的缺点是什么？缺点我。哎、欸，你们继续讲，继续讲，我要看，我要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哦，还有。还有就是一个是我想一下哦，那个他是说什么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不行没关系，我再想想办法。你是直接去复制贴上的是不是啊？我的天哪、啊、嗯，先存个档，另存新档。嗯，洗澡。嗯，我的电脑嘞？电脑。不画图啊。新增。确认一下，好吃哦。东西，你知道我喜欢穿什么衣服吗？漂亮的不？哦，没有，那个都被征服了。我还看到更好笑的。我希望把我压得喘不过气的不是压力，而是你这个超美气的。我希望还要用那种很练语的那种讲话。我希望我希望把我压得喘不过气的不是压力，而是你。
这种。然后想说，如果用这个声音讲话的话，一定会被骂死吧？就这个，哎、欸，都会被呛吗？不是，就是，我希望把我压的不是压的喘不过气的不是压力，而是你。我觉得很好笑，我就喜欢，就很爱听那种北气的东西哦、喔。要不然就是，啊哈！我希望把我压的喘不过气的不是压力，而是你。哎、欸，我觉得刚睡醒的鼻音鼻子塞住都不能学米老鼠的声音。你有对点点说过这些话？有啊，他觉得我很无聊啊，他会笑很开心，然后当然就会骂我们白痴。好啦，上线稿。哇，竟然有人真的不知道点点是谁哦、喔，梦。觉得你是一只猪，干嘛骂我？我的掌上明珠。可能有点久，谁和有点久没出现？哦，我家又是草莓味了。我小侄女就是好像说她很喜欢吃果那个果干，然后又在我家继续烘草莓干呢。不，点点就是布布他妈啊，我是布布他爸。你觉得点点是谁？然后然后那个果干机买的也是不便宜啦，就是中价位左右，然后为了寄给那个布布他们吃，又买了那个嘛封口机跟封口袋，然后又买了那个防腐剂哦。可是就那时候是什么时候讲买的、啊？九月多的时候买的，然后在这之中就再没打开过了，是直到草莓寄出的时候就再打开来烘。不要说布布是谁哦，我会打人哦。美女，你是怎么做的啊？金牛座的、啊、你呢？我是为你量身哦，这个我有看到、哦。头好晕哦。不然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是今天是见面二的话，就是我要守护的不是我们的核心，而是你的心，这样子。应该没人对不熟的人讲吧？这怎么可能去对一个路上的女生讲啊？对对对，还有就是，不是之前就很就说什么，
跟一个女生告白吗？对不起，刚我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啊，我选的是真心话。因为今天为什么大家撩妹语录就什么，我们就今天就是突然好像就是就哎呀、欸哦、我昨天是很晚进 DC 群啊，因为就是 Amigo 的 DC 群嘛，我昨天画完画之后就去忙事情了嘛，然后也顺便去看台挂台啊，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在聊那个什么明天开台啊，要用什么什么狗鬼的啊，然后就是因为看看这样子会不会骗到更多人进来看台，有没有？有些就是可能喜欢想不到标题嘛，就是会在标题打一些字，然后吸引一些观看吗？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们就哦那来啊，明天啊这样子。我真的很不会化西装哎，虽然我没有喜欢白痴哦。我跟点点认识多久了、啊？认识哦，认识的话快六年了。不是老天啊，吼吼。哎、欸，小鱼，你是想玩什么生存啊？专家、大师还是一般？我想说，如果只是要死装的话，那就随便开个账号做一做就好啦，如果没有玩到最后的话。其实现在真的好呛哦、喔。坐在椅子上会慌的那种样。这个广告啊、哦。给你变个魔术，变完了变哪里？我变得更喜欢你啊！那有些就是甜到会能让人觉得说你在干嘛？你今天发烧、哦？
我可能不太能回聊天室，我偶尔看一下，你们可以慢慢聊，让我先把线稿画完。哦，抓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我昨天又抓到一只色尾的摇滚蝙蝠哦，但有够绿的，天哪！今天是世界撩妹日，好啊，就是11134世界撩妹日。哦吼！哦，是滚滚蝙蝠吗？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哦，对不起，我道歉，我对滚滚蝙蝠道歉。蝙蝠也是绿的，我知道啊，为什么蝙蝠到绿的啊？有时候觉得我好不适合，我好不会画画哦。今天封面图不，开台图应该是用那张图才对哈。我想你一定很忙，所以只要看前三个字就好。哇，这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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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棒，这个棒，这个棒。教主好帅，什么好帅啊？你说那张图吗？那张图帅啊，我不帅啊。等一下哦，存个档。另存新档，老天，储存。好啦，先来上色。今天有穿到巧克短，抱歉没有。看团团。什么背景啊？你是说他今天有出那影片是不是？不会是尼亚的频道吧？看一下哦、喔。哎、欸，干真的哎、欸！我要进去了。好。哦不哦不哦不！哎、欸，这时候的身材就比较好一点了，那时候就比较壮一点点了。好啦，上色啦。
哦，我家都是那种糖浆的味道，我的天啊，好甜哦。哦，好想吃麦当劳，怎么这么突然？对不对？菜渣鱼干，哎、欸，你菜渣的渣也打错，鱼干的干也打错，菜渣的渣打对啦，这个是个尊重啊。欢乐送点起来，现在下雨。哦，那个 I 那个什么 I N 五五那个，我知道啊。I miss。哦，我曾经就是有人请我设计他嘛之类的，他说那你想要什么设计的感觉，他说给你决定，我想说好啊，那就设计，因为当时价钱没谈妥，结果那时候设计完之后跟他讲说这大概要1500-1600嘛，哈那么贵哦、喔、那我可以不要嘛，欸真的还是遇过很多次这种东西哦、喔、所以之后才会那个谁小秘书才会跟我讲说你以后还是就是都用那个合约什么之类的吧，这也是保护自己之类的啊。我说谁会知道，想说就是已经很好的朋友了嘛，就这样子。阿静的静是简体那个静。怎么离开怪怪的台？这哪里怪怪的？那个暗中保护你，我觉得还好。暗中保护那个差评。哎呦，有感觉喽，有感觉喽。设计多少都遇到，没有，我想说我就是我知道我会遇到啊，啊只是没想到说是那种，而且他是在浪直播，那时候我讲啊，他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说极剑，啊但是极剑他那时候是因为他我让他插队嘛，让他插队，他说极剑啊就赶快先帮他后啊，可是我就是礼拜一问他，他礼拜二回我；礼拜三问，那礼拜二我又问他，礼拜三又回我。他说隔一天才回我，说你看起来不是很急呀、啊。他说啊，比较忙啊，没看到这样子。
然后就是花了五天画给他之后，然后因为第一次画给他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收了500，因为想说就第一次嘛。那第二次他就是就要求比较多，然后就跟我讲，讲完之后，他就报价格给他，那就跟我讲说，那就是他就说，我再考虑一下，然后等到就是没有，就是钱一直没发下，我说那你图还要吗？他说那不用了，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自己好好保护自己呀、啊。用柯南哦，好，那就用这个好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好了，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没画胡子，对不对？因为他胡子想要那种会动的，就是有讲话的感觉。那之后他还是有在那个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我的图拿去做商用啊，想说那就算了啊。反正像你们这样，大家都知道啊。反正这种人就可恶啊，就可恶啊。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哦。应该这样子，这样才 OK， 就讲话大概这样子吧。你知道我喜欢谁吗？不知道，你看看一个字。哎呦，这个也可以，天哪！谁在问吗？今天没参加玩过，对啊，要画画，哭啊！我没有画腮红啊！看一下怎么复制哦。
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删掉，这个拉下来，OK， 存档。你其实想参加王国吧？还好哎。我们玩个游戏。什么游戏？我爷爷，我爷爷爱我吗？你是谁？你读前面一个字啊？你我爷爷爱我吗？你是谁？能讲话好怪哦、喔。最近有个谣言，哦对啊，这个我也知道。我最近有个谣言说我喜欢你，我诚实一下，这是真的。你在画老天吗？对呀、啊，画老天。啊。这两个画完了，要画下一张图了。这个叫先命名一下好了。老天一，老天二，下一张是狗狗一。结婚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没有新娘会很尴尬。哦，对啊，这个是蛮常听到的。看一下哦，下一张图要画。狗狗没签好。我去找个吉娃娃的图，等一下哦。小琪没去参加王国吗？小琪安安。话说板板，乔乔刚刚在想你了，说你没参加王国之战，好可惜哦。没办法、啊、工作要做啊。我也想参加，参加至少观看率有一两百好吗？降级了爱狗狗吉娃娃片。我觉得吉娃娃是我小时候真的觉得很丑，可长大觉得它就是那种丑的可爱的。王国，对啊，你怎么没去参？你有去参加吗？还是已经报名？报名好了，感觉突然不会按 Ctrl 力了，天啊！好可爱哦、喔！可以撩观众，撩什么？你在等候区哦，你已经报到了哦。啊，
欸，而且麦块的牛、猪、羊其实就是吉娃娃，你不觉得吧？眼睛都是往旁边撇的。看一下它叫什么？狗狗没牵好，好像远方。以为佛系会在今天真的好多人，对啊，想说今天就是因为很多人啊，就感觉不会缺嘛，因为真的是可以多，但是一缺的话就是会找观众你们进来嘛，对不对？啊，找观众进来就是找那个啦，就是小帮手进来，就是会怎么讲？反正少人会找小帮手，或是会找一些补位的人。啊，人多的话就也没关系啊。哎，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哎，现在才想到，我那天还在别人台说，哎，这个礼拜五是黑色星期五，哎，就忘记了。看一下哦，柴犬，柴犬，我今天好帅，到底是哪一个啦？你是看团团的影片是不是啦？点了不广告，好好奇委托的内容哦，委托内容就等星期天影片出来吧，现在有说好像不能说。还好没有说什么繁星，这个不能公开啦，这个不能画啦，什么之类的。啊，完蛋了，完蛋了。嗯，我不说好了。阿哥，因为看到有个朋友说点 B 按错点到 C， 点 B 点到 C 啊，
哦，你是说今天报名的内容吗？还是什么？你说今天报名观众场那个吗？还是？嗯。哦，这只柴犬好可爱哦！我觉得巧克白的声音。巧克力。啊啊啊！巧克力啊！不能再忘记了。扎桌游的我没有扎，我扎桌游的我，拜托那个脸丑的跟什么一样，我的天啊，我的眼睛都睁超大的，有的没的，那个哪里帅啊，我的天啊，可以好好看看正常的我吗？可以看一下这个正常的我吗？这才是正常的我好吗？虽然这时候头发都已经塌塌的了。然后那天在画君莫笑啊，有人就说，请问你有接委托？我说，看内容。他说，那我要那什么，我的 Q 版画像。他以为我在画我自己。我说没有，那个是画全职高手的角色啦，不是我啦。我很好笑啦，我那小。哦，小短腿最可爱，天哪！什么 FB 的自恋？什么自恋？拉近看嘴巴有点像维尼熊的样子。就维尼熊就是这样子画的啊，我记得我以前会画，这样吧，然后这样子，这样子，然后维尼熊这样子吧。哦，我还记得怎么画，哇，我好强哦！改天看维尼好了，我感觉维尼的声音我可以学，那个小猪啊。天啊，夜夜在发 FB 那个、啊、忘记了。哪一个？他是最近发的还是今天发的？我今天只看到他好像是被告白还是什么，我记得忘记了。最近啊，我有留言吧？有吗？忘记了、欸，还是他是偷嘴，我没让我看到。
我詹姆斯的老婆，那个是我忘记那是玩什么。詹姆斯哦，那个是辩论式的那个嘛，就是一夜狼人杀。白痴哦，图层放错位置，怎么刚我怎么画错图层呢？有多少老观众啊？老观众吗？多久算老？四年以上吗？四年以上的话，在场应该没有哦，因为那时候是从 Twitch 开始的啊。有啊，那个扳手就是最老的那观众，然后那个原来如此是第二个老观众。靠！你刚才没出现哦，奇怪，去玩你的泰拉瑞亚啦！而且我昨天就是做了一套出来，做第二套、第三套之后，发现我蜘蛛网已经快没了，因为他做一次要20个布嘛，20个布，然后是7个蜘蛛线做20个布啊，然后就是一次就是200多个布这样子一下就用完了，好歹那时候也有追，我不知道啊。啊，蚊子也有吗？好吗？抱歉，我不知道嘛。啊，你们就潜水，这现在看不到有谁啊？想一下哦，老什么老观众啊？因为那时候如果真的说是老观众，是要从新入股开始讲。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老观众是什么。应该说观众跟干爹是分开的啦，如果老观众的话一定很多啊，那也有很多是已经长大后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开始没有追了这样。请问我画几年了？好像9年，十年以上了，画了我是那时候兔年开始买绘图板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兔年就画了那个我的那个包子设定，鼠牛虎，对吧？应该是10年了，明年就11年咯，然后画画也没有做到很飞跃的进步哦。很难采访。麦块大陆不是，麦块大陆叫新大陆，新入股是那个啦，农场游戏。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彩券。有时候就觉得我真的好像很会画图，但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画的跟什么鬼一样。
对不对？人嘛，一定都有这种错觉。人都有个错觉，就是我能反杀这种东西，我可以，我能反杀。我打气球后面了。有这个应该是秋田，不是柴犬吧？柴犬的话，柴犬的话没有头上这个啊。我看一下哦、喔，秋田。除了开干话台，有打算继续开新入谷吗？新入谷我打算是重新开一个、欸，哎，秋田好像更丑、欸，不是更丑，抱歉。哦，秋田，他的头也太大了吧！我还是喜欢柴犬。200断到无法自拔了，马来西亚没办法，可能就是他们应该已经结束了吧？再是观众场了吧？观众场的话就还可以了，就是十哎九打十嘛。没办法，需要画画，不画画的话我没办法做很多事情。我现在不画的话，我的影片就没办法剪，我就只能趁一些空档时间画图嘛啊，然后就是安排好剪片时间跟画图时间。好可爱哟、喔！干，这只好可爱哟、喔！观众场了哦、3年前团团采访感觉很青涩，没有，那时候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也是做久之后才会有那种，胆子放开啊，那种就是感觉不像团团一开始的实况嘛。大家好，我是熊猫团团，这样子。现在呢，大家好，我是熊猫团团。可以用棕色，棕色吗？我喜欢这个颜色耶。没有啊，我看很多是白色耶。好可爱哦、喔。好了，要画狗狗二。等我一下，我去拿巧克力吃。我现在，吃个广告，我去拿巧克力吃。我现在，不玩王国吗？没办法玩啊，我今天事情没做完，别说王国了啦，我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
因为我现在画这个也是工作啊，手不是受伤吗？现在好了，就是皮都长出来了。尾巴加阴影不用啦，这个不用加阴影，因为这个是加阴影会少了很多感觉。向远方，加条纹不用啦。有时候你知道，简单就是个美。有时候你太过复杂，太过于一些细节的话，会反而会有一些反效果。那我的图就是简单啊，如果你加了一些上去，就变得不像我的图。好可爱，这个可以画仓鼠吗？我现在画委托，所以如果你今天花钱的话，你可以教我怎么画你要的图啊，懂吗？我现在画委托，所以你可以给意见，但是不能命令我画什么。如果你今天给的意见是哦，这个画上去不错哎，我就会采用。或是我今天没有好的想法，那你跟我讲哦，这样我也可以照着画。那其实我的管理员可能就是已经宽容很多了，对。感觉怪怪的喂，没有。李子，拜拜。突然有点无聊，去看台啊，去看其他的台啊。
等一下哦，有谁？屁屁有够可爱，对啊，人家怪怪的，不是啊。那你觉得哪里怪怪的？来，请你画给我看。还是你觉得不要脸颊这样子，真的很像，就不像我的图了啊。都在找哪边才好啊？因为没有什么画过这个角度的。那个，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哦、喔。今天不是你教我画图这样子，今天是我已经对方给我要的感觉了，现在就是狗狗要跑开的感觉。你不能叫我要画什么就画什么，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哦、喔。我现在有一个文，说脚本吗？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一个文字已经跟我讲说要画什么感觉了。你现在去粉专投稿，你去给我钱，那我就画给你看，要不要？现在开委托没有啦。是老天刚好问我，我说可以啊。委托哦，应该近期快可以开放了吧？因为最近观看数已经掉得很惨了，所以需要开委托来赚钱了。赚点点心的钱。要加肉球啊。我是 YT 全职，目前是啊。
哇，今天只画了四，目前只画了四张图哎。进度，喂呀、啊。应该明天礼拜六，礼拜六下午可能会开画，这个继续开画图台，要不然就是晚上继续画图，就这样子。哎，九点半了，播广告。几点呢、喔？因为明天我最近其实就算我现在很累，十一点睡，我半夜一两点就起床了。那起床就开始剪片嘛，然后剪一剪，剪到可能到天亮，天亮就其实已经很累了，但又睡不着，就是看一些影片或滑 FB， 就是滑到快中午的时候去睡觉，然后现在都是睡到三点、四点、五点这样起床。然后起床后就又开台了，所以几乎没什么时间画图。看看啊，总之就是影片先剪完，剪完才有空可以开台。我也知道很多人在等委托啊，因为前阵子就是阿基他们想要玩那个太空的嘛，啊自己就是也想先暂时放松一下，如果他们那时候在我 F 还在 FB 的时候晚上都找我玩游戏的话，我可能当时的钱会再多一些些吧，啊不知道，反正那边也真的不好待啊，直接走一大堆人了。剩下就是剩下精英了，先看要几点啊，没意外应该是画完四张图吧，所以可能是11点半，不是12点。我会三 D 晕吗？应该说太空那个大概就这样子的。我会三 D 晕要看呢、欸，就是你那种画面太晃的那种 Outlander 吧，精神病院那种，我就是会晕。那就精神病院那个吓人就只是，就他不是鬼怪就是神经病啊。画得好，我都不会画。练习啊，
我十年前也很丑啊，图啊跟人都是啊。哦，为什么他有一种趴着的感觉？对啊，我想画跳起来的感觉，我好想哭哦，我想画跳起来的感觉哦，可能就是阴影啦，不然现在是趴下了有没有？趴得很开心。感觉这么萌，就是哎、欸，等一下，小琪，你现在不是在玩《王国之战》？啊，你怎么有空来看？都不能画啊，还不能玩游戏？没有，你画画就是画在白纸上就好了。我也是最近教一个人，他说他没板子啊，我说那你先在那个纸上画图。因为他都用滑鼠画、啊，我就说你用板子画嘛，可能就是你摸熟了之后就可以知道你在滑鼠上要怎么画图了。哦，你坏坏哦，感谢小鱼，虽然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哦，你是落榜的人哦，没事，好好看台吧。好好看这个柴犬的屁屁，可爱的柴犬屁屁。有时候就觉得你们那些是不是都在挑战我们的耐心啊、耐性啊什么的啊？大家对你们不好，就说我们很凶，都会 ban 人。啊，就 ban 人就是有其他台不知道啦。我们这些台 ban 人的原因就是你今天不乖就被 ban 啊。你问小琪嘛，对不对？他就乖乖的啊。没被编过啊！没有，我也讲啦，我会凶人的原因就应该就只是生玩游戏而已了。我就啊，我就是真的只有玩游戏会比较凶，而且比较。要怎么说？因为就有时候我会这个游戏就懂了之后，会变得很失去一些玩游戏的乐趣，会变得就比较认真去玩。好呀，阿贝，你活该。哇，这好可爱哟！哦，到你心发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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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大雨月台被编过，那一定是没有乖乖啊，一定是有得罪到啊，不然怎么可能？其实雨月台的也很也还好啊，最常被编的应该就哈记台了吧？跟讲西瓜什么的，在挑战人家的容忍度，会被编这样子。哇，有吧，这样就不像趴着了吧。我就觉得这张变得好不可爱哦，发生什么欸，然后那个昨天小鱼阿伯，我不是在抱怨说怎么没有就是炸弹扎出去会填方块的吗？我就记得有，然后今天刚下午看台前，我就去查了一下，真的有，它的配方是25个土加一个炸弹，你就是炸出去之后就可以填满那个方块了，我觉得好屌哦，越来越再想回去玩泰拉瑞亚。那想想我们之前到底在冲哪小，退取有在，现在有禁言自己哦，那么屌，好存档。我不骂人，不说脏话，不闹事，怎么看都很乖。这个我自己来，这我自己来，这我自己来，这我自己来。哎，移除。没有啊，这个我看不下去，我就自己来啊，不然怎么办嘛？哎，再来的图有点18禁哦，应该是有到限制级啊。顶儿童没有满6岁到12岁的需要家长陪同哦，我们看这个好了，来看这个普遍级的东西。你看我的腰是不是很细啊？所以不到6岁可以看，可以。要保护级呀，啊，但是再来是限制级，没错啊，怎么了？还要画一个女生，开始炫耀了，没有哦，公厕。不是啦，那个是我在吃那个什么年轮蛋糕的地方的厕所，看一下哦、喔。这个
少女短裙，扮少女耶，怎么办？哎、欸，不是我要讲真的，我现在的腰不细了，我现在是腹肌越来越明显了，让我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同学说，你要先练好胸肌，腹肌自然就会长出来了。那、啊、可是我就是想练腹肌嘛，然后说没人怎么在专注，哎、欸，特别去练腹肌，除了女生会想练腰。然后想要那种腹肌马甲线那些好看才会去练，啊，男生就是要练那个啊，练腿啊，练胸肌啊，练胸肌、腹肌、二头肌、什么背肌什么有的没的啊。我说没什么人在练，用练腹肌的，因为腹肌没有必要练。我说不要，我就是要练，我觉得腹肌好好看。可是胸肌有点形状就好了啊，可是腹肌真的是线条要明显一点才好看。怎么办啊？要画女生穿裙子哎、欸。短裙我很不拿手哎、欸，有在健身啊，我是真的开始健身是最近这三个月啊，前面有五个月都是因为疫情没有过去。他就是裙子会被吹起来齁，我画点点干嘛啦，白痴哦、喔。不然怎么会说那个了保护级了。没有，因为你不知道内容呢、啊，所以我才不会想要画身边的女生，不然我就画老天穿女装而已啊。好恶心哦！我穿女装想看，想得美，想得美。
好恶心啊！我的天哪、等一下，我笑到胸口好痛。水手服怎么换？我看一下哦、喔。JK 嘛，对不对？我记得 JK。对喽。水手服。等一下哦、喔。图片。啊哈。哦，画错了。这样子。哦，有些是露腰身的哎，好看哦。这个应该是特殊 play 的才会穿这种的吧？你看这种露腰身的，哦，你看就是这种要有这种线条有没有？就要这样练腹肌哦。就要这种的哦，老天你好恶心哦，不要、哦。欸、然后有人说，通常健身啊是为了想交女朋友吗？还是怎样的？就通常交都是男朋友。然后说什么有直男都被掰弯，我觉得，我确定我不会啦。我觉得我很难弯欸，以我的个性。黑月早。欸，黑月，那个我应该是真的没办法啦。那个要两小时，我真的不阿德。
开始抓一些怪怪的比例了，手太长。我的天哪、啊！我以为上小、喔，我觉得水手服是一个很棒的发明，水手服啊，热裤啊，不是热裤，那叫什么？生理裤啊。还是不要这个啊。截给老听看，怎么看起来像男生穿女装？我拉你们口味就都很奇怪啊！喜欢看哈记团团跟允月穿女装啊。啊，如果今天这个脸不是老天的话啦，嗯。那我们今天换一个礼。来，美图开到最大咯。
好丑。刚刚老天，这个我一定是用这个啊，这么棒，巧克力快吃完了，老天好像回我耶，看一下哦，好可爱，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老天也说可爱，黑化了，黑化了。到底这样存一下的。我是矿主女仆装，
今天礼拜五的话有全职高手可以看，然后礼拜五是全职高手更新的时间。小七晚安，小七晚安。要睡得晚安哦。啊，有点恶心。鱼干晚安。
不讲话，要讲什么话啦？还是你不是说我？哎呀，十点了，播广告。腰的曲线会怪怪的吗？其实不会啊，其实胸腔在这里啊、哦、你是说这个哦？如果跟你讲画一个女生的话，胸部会画在这边，这边下来其实腰是 差不多。没事啊，我跟你讲，这种应该就是要画小图，我已经画的已经偏有点那种高价位的。这种如果是画能委托大头贴或插画那种，我就会比较好好去细心的画。还是你觉得很奇怪？很奇怪我就改啊。觉得要这样是不是？把肋骨给拔掉，牙齿太恶心了吧？想画，再画完一张再休息。今天再画一张，就是另外一个。刚刚不是有狗吗？那就是一个狗牵住，一个狗跑掉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女生，就是少女，然后再就是少女裙子被吹。
啊，再一张啊，是来妖了，来妖了，来妖了，来妖了。咚咚咚咚咚咚，我们换歌一下好了。现在要提点神儿。很小，我好像可以沿用哎，等一下哦，这个删掉。我就不知道怎么引用了，等一下哦。快变变吧，等一下哦。不是啊，我还没画完，等一下啦，画裙子哦。
我就真的没画过垂起来的感觉啊。还是我要讲说，现在谁去拍一张那个裙子飞起来的照片给我看，这样子。到吗？我看一下哦、喔。裙飞画，哎、欸，真的有画法哎、欸！哎呀，很难呢、欸。好像可以哦、喔，没有啦，我没有看呢、啊。哎，很难呢、欸。欸、不要真的传给我啦，我开玩笑的啦。我想说怕有人真的认真去传，就是一个穿男装的，不，一个男装穿女装拍给我看这样子。这教主你不是要吗？我说我不要，男的我不要。先上色吧，不上色啊，请化妆师先看。
反正这一块是会打声光的，所以没差。好了，我画完了，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明天再来画剩下的图了。肩膀，啊，肩膀酸。看一下还剩多少。我现在才画完第一篇呢，大概只有两分钟的剧情而已。1、2、3、4、5、6、7、8、9。1、2、3、反正明天有的话啦。好啦，那今晚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收看啦，那我们明天见啦，各位晚安，早点休息咯，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